实际上跟勞工應該要有一致的，就是勞工應該要有一致的權益，那勞工應該要有一致的權利，那勞工應該要有一致的勞工權益，那勞工應該要有一致的權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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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勞工應該要有
有的加班费的，一直都应该有的加班费的规定。如果用这种假承揽真雇佣的方式，就用这种方式可以躲避掉，因为在你在八个小时之后会是在另外一间公司工作，就好像可以避开劳基法八个小时或者是十二个小时上限的工时的规定。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这样子的方式是很明显违反劳基法的行为。假承揽，假承揽，真雇佣，真雇佣。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用，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用，就是像康拜点一杯他们没有的饮料，然后就是暂时瘫痪康拜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营业额。你们这边有没有有加班费的红茶？没有有加班费的红茶，还是你要一般的红茶帮你点？可是我就是要有加班费的红茶。可是我们就一般的红茶，还是你要一般的红茶？啊，对啊。那我们继续讲好了。我们的陈俊。没有被剥削的奶茶，没有被剥削的奶茶，我有啊，因为我很用心做。你要奶茶吗？来一杯吗？可以到看看哦。可是，吃了看看哦，好喝。可是我听说你们这边都没有给工读生加班费。我们是有加班费的啦，就是看你要不要喝一般的奶茶。对啊，还是我帮你点奶茶，还是你要四季或冰水拿铁？泡茶都不错，看看看哦。就是担心你没有办法达到你应该有的劳动权益，没有，我知道，谢谢。转换雇主的方式规定他们的加班费，就是非常违法的行为。于是我们发起了这个活动，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们。那请问这个四季里面有你们的加班费吗？我们都有，就是有加班费，所以不要担心。加班费是含1.33和就是第九和第十个小时1.33，然后第十到第十二个小时1.66加班费。你们都很正常，所以不要担心。你要一般的今天正常是符合劳基法的，是正常的，所以看你要不要喝几天茶。为劳工着想的话，你们就不应该问他一些这么奇怪的问题来制造他的麻烦。你看这个工读生的脸，他的脸色已经这么僵了，你们觉得你们这样真的顾到劳工的权益吗？我是觉得这整件事情不只是我们来这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是你们，你看你们这工读生都已经被你们逼到快哭了。你们觉得真的这样有这样的价值在这里吗？你们要如果要真的想要反对的话，你们是不是应该去找总公司或者是？有，我们有去找，我们有去找。如果我的小孩没有劳健保，我会觉得很难过。他们都有劳健保，你们怎么确定他们没有劳健保？如果没有加班费，我会觉得很难过。对，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加班费，然后被劳务都已经说好，就是哎，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有发声明稿吗？你是扛拜的吗？他们不是有发声明稿吗？他们声明稿好了，声明稿什么？好了，声明稿只有两句话哎。今天大家看到店内的这些工读生，然后还有包括店长，他们其实都是扛拜的员工。对，那有发生就是所谓的劳务转嫁给第三方，就是威固集团的事情，也是总公司下达的指示。对，那我们认为就是扛拜所属的那个总公司就是长怡国际，他必须要负最大的责任。那
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来这边来抵制康拜嘞？因为我们要让总公司知道他们做错了，没良心康拜，没良心康拜，加班费还来，加班费还来，没良心康拜。